今日咱有迄个信歌队献诗，
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到二十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里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下面我们要请蔡牧师帮我们介绍今天的主讲人李牧师。弟兄姊妹平安。我很想用台语来介绍李牧师哈。因为如果我讲错他就不知道。那我也比较没有压力。不过师会刚才一直用中文，我也要跟着用中文才不会觉得唐突。那事实上我第一次遇到李牧师比许多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晚。因为他来讲道的时候，我刚好在那个开刀在静养当中，然后也感谢他的帮补让我可以安心的养病也感谢李牧师我开完刀的时候他特地来我家来探望我真的看到他的爱心也看到一个牧者的心肠。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李牧师他目前是 Las Vegas 那个丰盛生命教会的顾问牧师，然后他现在也在北美华省担任灵命塑造课程的助教，然后这两天也非常感谢他来为主服事，然后帮助我们 ATPC 的同工在灵命操练，在默想在这个祷告上面给我们很走进去一个新的领域也让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个更清楚的方向在灵命追求上那我大概讲到这里其他时间就留给李牧师。好，谢谢。非常高兴又回到你们中间，也非常感谢蔡牧师和众位弟兄姐妹的关爱，为了我还要讲中文，那我呢就帮你们讲一句台语。哈弟姊妹大家平安。昨天住在 Emily 和那个 Alex 家里面，他们跟我说我的台语有进步，我说大概是想到这两天跟大家在一起办培灵会然后大家听到大家在讲台语我就好羡慕在想说他们怎么叽叽呱啦的都可以不间断，不叫我学这几个字要拼命的练很久才练得会。不过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个 Emily 在指挥这个圣歌队的时候真是又让我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在 Emily 的圣歌队里面，然后他也是这样指挥我们，然后也会跟我们讲说不要讲话你们好好练习，练完了过后姐姐带你们去吃冰。所以我就想到说回到了学生时代，感觉上真的是很亲热跟大家。我想我上次来的时候就体验到这个教会里面真是充满了爱。我当时知道蔡牧师在台湾生病不能回来，哇，弟兄姐妹就大家都彼此的合作，让这个教会能够继续的正常的运行，让蔡牧师能够在台湾能够治疗。然后我也看到说很多弟兄姐妹为我们送来了美食，然后还出资让我们出去到别的地方去玩玩，我觉得真的是好感动我觉得这样一个教会能够真是把神的爱活出来那我觉得说这就是神
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所当做的事。所以这一次当我知道说我还能够来这个贵教会的时候啊，我真的是在想说，这样一个教会应该什么都不需要了，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啊，我都觉得说这个教会在我心中就是那个标准教会的象征了，我实在觉得说不知道他们还缺什么。后来我祷告的时候啊，就是这一段经文浮现在了我的，这个应该是朝哪边才会动啊？哦，好，谢谢。浮现出的就是这一段经文，我觉得保罗在为以弗所的祷告。那我们也知道说，以弗所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他们也是非常有爱心，他们有良好的品格，有正确的教义。他们保罗在以弗所里面，以弗所书里面没有一点对他们的责备。那我就想到说，对于这样一个这么好的教会，那保罗为他们祷告什么呢？我们刚刚读了这一段圣经经文，我想我就不用再重复了。但是我们看到说，保罗在这段祷告中，他没有对以弗所人祷告说我们要力上加力，我们要更加努力，我们要做得更好。保罗在为他们祷告什么？他说求着借着圣灵的力量，帮助这些众使徒们圣徒们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丰富。这就是保罗为以弗所人的祷告。他说真的是，我想保罗也前面在这个书信的前面赞扬了以弗所人，他们以弗所教会所做的一切。对于保罗来说，看到这个教会的兴旺，看到众圣徒们彼此相爱，他的心也是很激动。他说那我就告诉你们，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那就是借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这个神的丰盛。那到底是什么样神什么样的丰盛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保罗这个祷告是有语境的，他有语境的，他在前面讲到了一些，他在讲到了一些神的丰盛，在第三章最后才来了这个祷告。那我们就看一下他的语境又是什么呢？那在这个第三章的前面，保罗就提到说神的奥秘，他说神有一个奥秘向人现在展开了。这个第五节说到，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以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后来他接着说，这就是造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叫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那这里保罗讲到了一个神的丰富，首先他说神的这个丰富是一个奥秘。什么是奥秘？奥秘就是一个人不属于人的，人超越人理解的，超越人可以解释的，这个奥秘只有神来启示给人的。所以保罗说这里有一个奥秘，你们要知道神正在你们身上做的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件人无法了解的事情，一件真正一个非常让人激动的事情，以前的世代都不知道，只有在我们今天我们才知道，神才启示给我们。那他说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到底是什么？这个奥秘的内容是什么？他说这个奥秘是让外邦人也成为神的儿女。哎呀，我们现在觉得这不什么
大不了的事嘛，我们大家就我们觉志，我们受洗，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这有很多奥秘在里面吗？好像挺简单的一件事嘛。我想我们没有仔细去思想为什么保罗要称这个为奥秘，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感受到我们身份的改变，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都是外邦人，外邦人没有经历过犹太人的那种历史，他们的历史早在出埃及的时候生，早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生，怎么拣选他们，然后怎么出埃及，怎么进到迦南，他们的历史里面看得非常的清楚，神是特别拣选了犹太人成为他的子民，神他设立帐篷在这个犹太人中间，在那里与他们同在，所以等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等他们有了这个圣殿过后，那这个犹太人是可以进入里院的，然后大祭司进入至圣所，可以在施恩座前与神面对面。那外邦人在哪里啊？外邦人在那个院子外面，外院根本就不能踏进这个圣殿的内院。我们曾经他说就是属于那种在外面的人，连那个至圣所连看都看不见的人，根本就不能够靠近神的人。他说今天你和神的选民犹太人同为神的子民，同为神的儿女啊，这是一件很奥秘的事情，我们外邦人怎么可以就做成这样呢？那他是告诉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所做成的。那我想让大家再来仔细的体会一下同为神的子民是什么感觉。大家都去过伦敦的白金汉宫吧？没有，很多人没去过吗？应该很多人去过啊，那是一个名胜，大家要去英国都首先到那里去报道，然后去看他们怎么换岗，是吧？那个白金汉宫前面有一些穿着那个红衣服戴着大黑帽的，然后他们换岗的时候很多的仪式，这样大家都会等着他们换岗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们在哪里看的，我是在那个围墙外面看的，我想大部分人都是被排在这个围墙外面，铁栏杆外面，然后一大群的人，然后我们就拿着那个手机在拼命的想照啊，然后回去一看，照到的都是人头，连那个士兵在哪里都没看见，因为我们离得太远了啊，拼命照。我那天记得我跟我老公还有孩子们就在那边挤啊，在那边挤，然后拼命照啊，然后就看到一个轿车来了，然后那个门就被他打开了，然后那个轿车就直接进去了，进去了过后那些人下来，他们就站在里面，站在那个士兵旁边看。哎呀，我就好羡慕哦，我说他们都没有这样挤来挤去，他们照相应该好方便哦。然后我跟老公说，哎，我们可不可以买票进去看？老公说那不卖票的，他说，那我说他们怎么可以进去？然后那人家是特权阶级，哦，让我想到了，今天神他愿意为我们打开他的门，让我们也成为他的特权阶级，多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不用像那些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像外邦人在那个外院里面眺望这个神的圣殿，眺望那个祭坛，然后希望，真是希望能够靠近一点。神今天说，我愿意接纳你们，我愿意为你们打开我的宫门进来看。哇，我觉得说哪一天要是这个英国皇室愿意为我打开门，我一定买了飞机票马上冲过去，因为我觉得这是多么大的一件荣誉。神说不仅你今天我愿意让你进来，我还愿意让你进来吃饭跟我同席。想一想这是多么大的奥秘，在人都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我从来觉得说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跟这个英国的国王一同吃饭，但是今天却可以跟我们天上的万王之王，到有一天我们会同席，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奥秘，也是一个巨大的祝福。
你去体会，如果我们在地上能够体会靠近这个英国皇室的感觉的时候，那天上那种感受比这个要大很多倍。不仅如此，这个保罗告诉了我们一个奥秘的内容，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可以跟这个跟这个犹太人同为后世，同为一许一体，同盟应许，同盟应许。那作为后世，作为神的这个儿女，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利呢？他说你可以在他里面放胆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我想我们今天连到这个哪一个这个进到美国白宫都没有办法可以直接进到总统的面前，但是今天这位天上的神却告诉我们说，任何时候你可以毫不怀疑的来到我的面前。这是神敞开他的大门，伸开他的双手拥抱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巨大的祝福，也是神在基督耶稣里什么所定的旨意。这是在我们还没出生之前，在我们还不认识神之前，神已经在我们身上定下了这个旨意。那让我们看说神的这个奥秘是怎么做成的，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展开的。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三一神，三位一体的神都要全部加入这个工作，才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里面来。我们看旧约的时候，神呼召以色列人没有这么麻烦的，对不对？他就跟这个亚伯拉罕说，哎，让我们出去，让我们走。那亚伯拉罕就搬着行李，带着一队人马就跟着他走了。但是那个是神在呼召那一小族作为他的子民，今天神要让所有相信他的那些外邦人，所有人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那就不是这个简单的一挥手大家就来了，他要透过三位一体的神一同来做工。那这里他讲着说，这个旨意首先是天父在这个万事以前他就所定的旨意，这是他所计划的，他所要做的事情，天父的旨意。那是怎么成就的呢？他讲到说是在耶稣基督里，或者基督耶稣里，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主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所有以前以神为敌的人，在这个时候罪得赦免。当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被神因为主耶稣的代赎得到赦免以后，那神的灵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心中，神的灵就可以住在我们身上。那他就说可以借着圣灵的启示，让他的这些圣徒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神若不是三位一体，还没办法把这些事全部一口作气的把它做完。但是就因着神是三位一体，他三位一体对我们的救恩是同样的重要。我们需要天父的旨意，我们需要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启示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为我们成就了这个大事。那在这里保罗他讲述了这个奥秘的过后，保罗是深知这个奥秘的这个可贵。因为保罗我们知道他本来是一个信这个犹太教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但是因为他在不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他不太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觉得神的心意就是叫大家守住律法，所以他特别热心，这个法利赛里面的法利赛人啊，特别比所有人都热心的在迫害基督徒，他觉得是在为神做工。但是当他认识了耶稣基督过后，他明白了神的奥秘，他
他懂得了神是如何来拯救我们，如何把我们带到他的身边。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特别想告诉这个以弗所的，就是他所经历的那个神的奇妙，神的祝福，特别是这个圣灵的工作在他身上。所以他特别想告诉这个以弗所人，如果你们也去重视这个圣灵在你们生命中的工作，你去注意圣灵在你心中的带领，你会经历更上一层楼的神的祝福，神的丰富。那我们看圣灵到底能够为我们做什么呢？首先保罗在这里讲到的，圣灵可以让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人。所以在这里这一句话说，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我们常常读这句话的时候都觉得说，好像那个吃了一颗这个救心丸一样，嘣一声我们心里的力量就突然冲出来。应该是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但是这一句话心里的力量在原文是里面的人 inner being， 里面的人。他说不是说叫你自己的心里面这个给你加一个强心剂，让你挤出更多的力量来。他说你里面圣灵在你里面带有一个人，他说你要让那个圣灵做成的新人在你里面刚强起来。他说当你这个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外面的人就会彰显出很多人自然所做不到的事情。你知道圣灵的内住，有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这是基督教所特有的。所有其他宗教，人和神是分开的，人绝对不会住在人身上，人也不能去住在神身上，他们中间这个分开的。特别是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希腊文化，这个罗马文化，他们觉得说神就是那个 immortal， 我们说的 immortal 就是永恒的，人就是 mortal， 就是有限的。如果你去看这种希腊的这种神话故事，他都会这个神都会称人那些 mortal 都不屑一看的，觉得他们就是短暂的，他们就是有限的。这个圣经也说到，我们人就不过那一口气，一口像早上的这个雾一样，风一吹就没有了，因为我们有限。所以我们跟神之间最大的距离就是我们是有限的生命，神是永恒的。所以在传统的其他宗教里面，觉得人没有办法跟神两个在一起，我们之间永远隔一条鸿沟。但是今天神他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让他的灵住到了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心中。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可以应许人永生。你以为永生是什么？吃了长生不老的药吗？永生是因为你有神的灵住在你里面，那神的灵就是永恒的，它不是一个有限的，它跟我们自己的肉体是不同的。所以当这个神的奥秘向我们展现的时候，他说，保罗说，他说我要让你们知道在你们里面还有一个人，那个人是神的灵所造成的。主耶稣有没有跟这个尼哥底母说什么？他说从上面生的，从灵所生的就是属灵的，从肉体所生的就是属肉体的。他告诉你说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人，他是用灵生出来的，那我们就要用灵的眼光去看里面这一个人。那我们首先就要知道这个圣灵他自己是一位真实的神。我知道我们常常因为我们跟这个灵恩派要划清界限，所以我们常常在福音派的教会里面，比较传统的教会里面，我们比较少讲圣灵。
甚至我以前是读达拉斯神学院的，我那时候开玩笑，我说我们只讲了三分之二的神，我们只讲了父神基督，我们比较少去讲圣灵。那但是这个圣经里面却一再提到这个圣灵的工作，因为有灵恩派的一些极端做法，让我们对圣灵有对这个圣灵降临有些畏惧之心。其实我们不要因为有了畏惧而放弃了这个大能，因为圣灵他确实是一个有能力的，他是一位真神，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圣灵他是真实的，他降临的时候他甚至用人可以看得见的，以火焰的形式降临在耶稣基督身上，以鸽子的形式降临，他让我们看见他不是一股什么神秘的力量，他是一位真实的神，他是有位格的神。什么叫有位格的神？就是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他有他自己的感情，他有他自己的旨意。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那些当初的使徒靠着圣灵去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跟圣灵祷告，叫圣灵带他们去这里还是去那里，圣灵要他们做什么事，圣灵都会告诉他们的。我们只是现在觉得说我们看不见圣灵，所以我们常常会忘记圣灵的存在。其实他就在我们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准备要带领我们。那在这里保罗说，我特别为以弗所祷告，就是让你的里面的人刚强，因为你要知道你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不同。你里面的人当他刚强起来过后，他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外面看到的就是圣灵的果实，圣灵的果子。所以我有出了一个问题问大家，圣灵的果子为什么是单数，没有说这个弄个九个果子。我们常常说圣灵九果，这个九果在英文里面那个 fruit 是单数，因为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果子不是靠我们一个一个给做出来的。我今天温柔一点，我明天再有爱心一点，后天我再忍耐一点，不是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它是一个里面的人彰显出来的时候，外面就看到了那个圣灵的果子出来了。所以保罗说，我们要记得，我们记得神的奥秘中间给了我们一个大的礼物，就是一个圣灵的果子。那圣灵它不仅可以带来这个新的生命，他也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团体，他给我们带来一个新的团体。他在这里保罗在讲到说，他要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哇，这句话我不知道，我们看的时候在想说，保罗啊，你到底想帮我们祷告什么？我就想点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有一种让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我们这里翻译成测度，我们好像觉得是就是拿绳子去量，可能太高了，我们的这个尺子不够长。其实它在这个原文里面的意思是 surpasses knowledge， 让我们明白这个还有一个种东西是我们的头脑所无法完全掌握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给以弗所人祷告，他说哦，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我想大家一听都说，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知道我们成为基督徒过后，基督就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为什么还要再祷告再讲一次呢？这不是基督住在心里都是大家所知道的事实吗？为什么还需要祷告？那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这个knowledge 这个知识是有两种的，一种知识是我们学来的书本上的知识，我们大家都会读书的，然后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知识，明白了这个道理。他说还有一种知识是叫做经验。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蜂蜜是甜的，这个蜂蜜是甜的，我们可以有两种方法来知道。第一种，我们可以去 Google 一下，我们现在不看书的，我们都 Google 啊， Google 一下出来，它会告诉我们说，啊，蜂蜜是甜的，因为化学分子是这样的。然后很多人拿来做过什么各种各样的糖，然后历史上就用来做，我们就学到了，那我们就知道了蜂蜜是甜的。如果你没吃过蜂蜜，你能真的就知道蜂蜜是甜的吗？那甜的甜什么样的甜，什么感觉，你不知道啊，你只有这个知识而已。但是如果你真正去尝一口蜂蜜，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蜂蜜是甜的，那个经验就会印在你的心里，超过你那个知识能够告诉你的感受。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当我们明白基督的爱的时候，他说要 surpass your knowledge， 要超过你就是读出来的，我读到的，我知道基督是爱我的，他说你去尝一下，让这个爱成为你的经验，让基督的爱成为你的经验的时候，你才会，你的爱才会有根有基。我们知道道理这个能够产生什么？产生理想。当我们有了道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明白蜂蜜是甜的时候，我们就有个理想，说我希望哪一天能够去尝一口，或者我希望哪一天能够到产蜂蜜的地去看一看。道理可以给我们很多理想，美好的理想，但是真正产生根基的是经验。当你真正尝到了这个蜂蜜是甜的，它那个甜在你心中就产生了一个根基，你就知道说甜的是什么意思。那对于基督的爱，它不是一个道理，不是只是我们每天背的约翰福音三章16节我们都会背啊，那就是基督的爱。他说你要尝一下基督的爱是可以经历的，因为基督的爱是可以经历的，所以他需要一个新的团体。这个圣灵所带来的，在我们众圣徒中间，他要带来一个新的团体。这个团体呢，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共同的去尝试基督的爱，因为基督的爱太广阔高深了，我们一个人尝不过来。你一个人就只能就一张嘴巴就只能尝这么一点点，当如果我们众圣徒在一起，我们一同来尝基督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神的爱的丰富。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众圣徒一起来明白基督的爱，什么意思？就是在所有的事情上，在所有的事情上一同来经历神的爱。一个人的这个经历是很有限的，但是当我们一群人一同来经历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在人生所有的事情中都有神的爱在其中，哪怕是不是我们感觉不是很好的事情，因为神对我们所怀的旨意总是赐平安的旨意。那保罗他说，他就像我现在虽然被这个链子铁链锁住了，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一开始他说我是基督耶稣的囚徒。我们看到，你仔细去看这个以弗所书一开始保罗说的，他是耶稣基督的囚徒。我们说他不是罗马人的囚徒吗？怎么变成耶稣基督的囚徒？因为他虽然在监狱中，虽然做囚徒，他一样可以经历神的爱。所以他说我们大家一起，无论是你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困难，在所有的事情中我们都能经历基督的爱。让我们在一起，我们合在一起来明白基督的爱的广阔高深。那让我们也看到说，作为我们一个基督的团体，
我们每个人都有新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的这个地位。我们知道当我们这个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只是我们一起在这里做教会的事情，我们跟外面团体不一样，因为我们礼拜天聚会，我们唱圣诗，我们做教会的事情。其实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神的心意是他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基督的身体，让我们彰显出基督的爱来。这是神在教会中的心意。所以教会不只是说我们来就是做跟外面人做不同的事，我们来是要活出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是充满了能力，充满了能力。因为当我们真的是关注圣灵，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带领，做主，做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神的力量就能够照着我们心中所运行的灵，充充足足的成就我们一切，还能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什么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我们原来都不是神的子民，我们原来都不懂得什么叫跟神亲密，做神的子民有什么好处。如果你去读读旧约，特别是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们对神的这个同在有那种非常美好的感觉。在诗篇里面他们不停地赞美神，因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有很长的时间明白说与神同在，作为神的子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虽然他们也像人一样，他们也犯罪，他们也被神这个也被神管教，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从来不会失去他们神子民的身份。那今天我们是一个比较新一点的神的子民，虽然我们时间短，但是我们有神的灵住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很快能够感受到做神儿女的好处。当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它能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哎呀，你怎么来体验这个？如果我都无法想象，我怎么知道那个超过我想象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那我们就再来用这个英国皇室来想一想。你们可能都听出来了，我其实是那个英国电影 Crown 的 fan， 我看那个 Crown 跟着他的 season 从头追到尾，因为我很喜欢看这个在皇室里面一些他们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我就想到说，对于我们这种变成了短时间内变成了神儿女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是应该一个身份有什么样的转变哦？我就想到了美国王妃。你们知道这个英国王子的那个二儿子，那个 Harris 是娶了一个美国的以前一个比较平凡的电影演员啊。那他们这个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就一大堆的这个新闻就出来了，就觉得说他们英国皇室一般都是注重这个血统家世啊。觉得这个美国王妃，英国人本来就看不太起美国人啊，他们觉得美国人很平庸，再加上这个美国王妃还什么家世都没有，几辈子都没做过贵族，她只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但是因为她那个她的王子喜欢她，所以他们就结婚了。他们结婚了，大家也看到了那场婚礼的这个非常的宏大，是不是？然后这个平凡的美国女子一夜之间就成了英国王室的王妃，她的身份改变了。为什么她的身份能够这么快就改变了？因为那场婚礼，因为那场婚礼让她成为了王妃。神今天也告诉我们说，你的身份也改变了，我们只是觉得没有感觉出来。那神他告诉你，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他给我们圣灵作为凭据，
圣灵在你心中，你去感受他，让他能够发挥他的能量，你就知道你的身份不再是像原来一样一个平凡普通的外邦人，你现在有王室的身份，还不只是英国王室，你有天上王室的身份，你是王子，你是公主。你，我想那个这个美国王妃，她第二天早上起来可能也没感觉到自己有哪点不一样啊，是不是马上可能还会去做她以前做的事情，自己打喷水来洗洗脸。那个时候大家在英国王室，你只要眼睛一睁开，你的佣人都排着队进来的，对不对？可能还被吓到的，在想说怎么突然之间就变得这么尊贵呢？我们人可能自己感觉不到，但是神确实这样待我。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有了神子民的身份，天君天使都在帮助你、维护你，三位一体的神在你身上关注你。你只是看不到那一对人拿着东西进来服侍你，但是神却确实的在这里做工。他说，所以保罗跟对以弗所人祷告说，他说你要感受到圣灵在你里面，感受到神在为你，在服侍你，在带领你。神他知道了你的新身份，他按照你的新身份来对待你。你不要把自己再当成一个外邦人，不要把自己再当成那个普通平民，你不一样了。所以保罗说，他说这个神能够造你，如果你真实的感受，让真实的去注意圣灵在你生命的工作的时候，他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你不必再为那些去有个东西 on sale 就赶快开了车去买。他说，神说我给你的多到你想都想不出来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然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看到没有，神他给我们圣灵作为我们的凭据，让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身份。我们不必说等到哪一天我们看见了我们才开始，那你就已经失去了很多的祝福。你现在就让这个圣灵在你心中与你的心一同来证，同证，一同来证实你确实是神的儿女了。你知道我们人很难改变以前的旧习啊，我们习惯的事情我们就不太容易改变。虽然神给了我们这么多，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够改变，所以呢我们常常活得就像一个很可怜的人一样。这个你可以从一个这个富人和穷人的身上看啊。我们常常心理学家跟我们说，你是富人和穷或是穷人，不是按你的财产多少来决定，而是按你心里对这个财产的感受来决定。怎么讲？就是你可能有很多的钱，很多的财产，但是如果你老觉得不够，你老觉得我还差一点，你老觉得还不够平安的时候，他说你就会活得像穷人一样，你没有那个富足感，你没有那个你觉得说你什么都不缺的感觉，你会活得像穷人一样。所以他说你是穷人是富人，他说看不是看你的财产，看你的感觉。有的人虽然他没有多少钱，但是他觉得说他很够了，他充足了，他已经觉得很丰富了，所以他花钱的时候他也不会去思想这么多的时候。他说这种人虽然没有很多钱，他是富人，他的行为是富人。那我就在想说，我们的基督徒神给了我们这么多，我们常常感受不到，活得像穷人一样，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我要不做就不行了，那个如果我不去把这个抢到的话，我可能就会缺少了。我们老是活得像个穷人。神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的是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所以
我们需要改变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充足的，神的充足会在我们身上像富裕的人一样。神他这个创造天地万物，地上所有的一切他都说都是他的。他说这么充足这么富裕的一个父亲，不会有这么穷的孩子吧，不会搞得孩子们大家都觉得我成天捉襟见肘的一样。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想法，活出一个神所给我们的身份，神所给我们的财富。那最后我们来讲说如何让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哦。我们讲了这么多，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我也是一个非常 hands on 的人，我最怕讲了一堆道理最后大家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听了都觉得很好，然后出去就觉得什么都没抓到。在这里圣经里面其实告诉了我们怎么来让心里的力量，怎么做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首先保罗做给我们看，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屈膝干嘛？祷告。他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经历神的灵，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因为我们说到那是一个奥秘，那不是人可以掌握的，不是我叫他来就来，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的。我们需要圣灵他亲自的在里面来帮助我们认识他，依靠他，让我们从里面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们先需要与神与这个圣灵建立起一个关系，常常让我们在心里与圣灵对话，让我们明白说在每一件事情上面圣灵有他自己的心意在里面。不是什么事情我们都做完了然后就说圣灵啊你帮助我啊，你帮助我做得更好一点。我们首先要询问圣灵你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在每天每件事情中都不要忘记圣灵常常在你的身边，圣灵就在你的身边，他关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所以保罗说祷告，我对以弗所人我有这么多的期盼，对以弗所人这个教会这么美好的教会，我愿意让你们经历更多的这个神的丰富。那保罗怎么做？保罗说没有说我再给你们写一篇长篇大论，再写给你们两本书，没有，他说我为你们祷告，我祷告。那他为我们祷告，我们是不是自己就不用祷告了？我们应该是更加努力的祷告。第二个他说什么？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屈膝你知道并不是犹太人祷告的这个就是一个常用方式。你知道犹太人祷告他们喜欢站着祷告，他们有的向着天祷告，那个我们讲到这个在圣殿里面祷告捶胸祷告，他们跪着祷告的其实还不是这么多。但是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却知道，当我们在父面前屈膝的时候，表达的就是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我们现代人也不爱屈膝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关节不好，屈膝下跪下去站不起来，所以这种情形是有的啊。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屈膝，其实你的一个身体动作能够带动你的情感，能够带动你的灵魂。所以并不是身体的动作是毫无意义的，其实你的人的灵魂体是连在一起的，是一个整体。所以当我们能够跪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屈膝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已经跟神说了，我现在顺服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带领我，求你让我里面的人刚强起来。那最后是什么？要操练如何让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不是我们喊两句口号它就刚强了，真的是需要去操练依靠圣灵。怎么操练？不是在家里面偷偷操练好了，然后我出来就变成一个非常这个强壮的人出来了，那是科幻小说看多了。大概真正的操练
是在人群中操练，是在团体中操练。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哎呀，跟人打交道是最最麻烦的一件事情，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教会什么事我都可以做，最好不要让我一天到晚跟人打交道，因为那个是无穷无止的烦恼，对不对？我们会有这种想法，为什么？因为这个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对不起对不起，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的这个灵，我们需要依靠神，我们做很多事可以依靠自己的，可以靠自己的这个肉体的力量，但是当你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得不依靠圣灵，让我们能够在人面前知道怎么活出一个谦卑的形象，怎么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子，那是绝对靠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自然的人就是喜欢骄傲，就是喜欢自私。当我们能够在和他人在一起的时候，能够以一个谦卑舍己的态度出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靠着圣灵在做工。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非常抱歉啊，还要牧师来帮我，这个圣灵太感动了，直接都冒出来了。今天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希望在这个美好的教会里面，在这个充满爱的教会里面，让我们再一次的去转向圣灵，再一次的依靠圣灵，让我们从其中的爱是有根有基，让我们因着对基督爱的体验，让我们对基督爱的经历，让我们彼此之间的爱有根有基，也让我们去经历我们那个新的身份，经历神给我们那个巨大无比的奥秘，让我们能够与神的子民同成，同为一体，同为后世，我们一同来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丰富。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请大家一起来唱这个回应诗歌？那我们请起立好吗？Thank you.
神主你所爱的儿女，活出主你所爱的儿女的样式来。主啊，真是在我们成圣的路上，你带领我们，求主你的灵帮助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因着你爱子的付出，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能够让我们罪得赦免。主啊，今天让我们常常的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主你的帮助，求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出你爱子的样式来，也让我们真是能够看到主你为我们在永恒里预备的美好的未来，让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为我们那永恒的家乡预备好自己。感谢主，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工作中、家庭中，主求你的灵做主做王，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愿意拥抱你。感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领受从神而来的赐福。愿荣耀归给神，就是归给那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荣耀在教会中和基督耶稣里归给他，直到万代，永世无穷。阿们。